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我在海花岛的阳台上跟各位说说共同富裕问题。之所以呢，过了年就讲共同富裕问题，是因为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开大会，2月7号叫大年初七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共同富裕问题。大家知道，这个浙江省呢是共同富裕这个示范区啊，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全国范围之内，浙江，它不是经济比较发达嘛，沿海省份嘛。不是现在全国财政状况，浙江财政状况算好的，而且中小企业就是民办企业占的比重比较大，选这么一个省作为共同富裕的试点，那现在去年已经说了好久了，这事情到底怎么落实？2022年过了春节之后，省委省政府把这事当做一个大事来落实，那我当然关注啊。大家知道共同富裕，你如果你不是首富、二富、三富啊，不是大富，那你一定对共同富裕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观念，这是人的本质要求，是每个人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你当然愿意共同富裕啊，人家富裕啊，你穷困，你舒服吗？啊，富人对这事没感觉，富人说你干嘛？你要杀富济贫吗？啊，也有的富人说啊，没有共同富裕，只有共同贫穷，那是反对共同富裕。但是你反对共同富裕这事儿，你反对得了吗？现在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为什么党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领导人民共同富裕，大家一块奔好日子，啊，叫做享受改革的红利，享受改革的成果。只有你们几个过得好，别人过得不好。别人一个月1000块钱，你一个月你退休1亿，那当然这不公平，这不公平啊！有人说没有绝对的公平，这话倒对，但是那也不能差距这么大。贫富差距过大，这不符合我们党改革开放的目标，跟我们党的立党宗旨更是不吻合。所以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讲80年代要把共同富裕这事儿抓好。可是一转眼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又过了20多年，又过了40年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到了2022年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把共同富裕当做一个大事来抓，去年呢专门开会布置，并且呢布置浙江省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作为共同富裕的试点。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在中国的理论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那谈到中国问题，有人就拿这事儿出来说，当然绝大多数 99.999% 的人都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做啊，从理念、从方向、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人民之心为心都来论证这件事情，并且大家献计献策，什么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有点争议。三次分配就是说靠自愿，有钱人捐款，这当然是好事儿啊，对吧？但是捐款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他不愿意怎么办？所以它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因此三次分配这事儿呢，尽管厉以宁先生提出来了，那这件事儿究竟能够不能够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啊，第三次分配成立不成立，这事儿在理论上需要探讨，但是在中国社会呢，很大的反响是有些人呢坚决反对共同富裕。你一说共同富裕，他一大堆话等着你，他说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呢？啊，因为有差别，企业家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然后你是什么什么人，那不可能共同富裕。第二呢，说你说共同富裕，那就让我想起来共同贫穷，还有说共同富裕你做不到，只能是计划经济，只能大家一块儿拉吹。还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是杀富济贫，共同富裕呢那就是普遍的贫穷，共同富裕呢那就这个东西叫做民粹主义倾向，就类似这个说法呀，实际上相当多。所以形成两层皮，一层皮呢就普通老百姓说到共同富裕，大家盼呐，是有什么动静吗？有什么政策吗？有什么说法吗？另一种就是有些人什么首席经济学家呀，什么实际上是富人的这个替富人写文章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普遍反对共同富裕。我以前做过一个关于共同富裕的系列节目，我说不能啊曲解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本意。小平同志的原话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路线图，可以说这是策略层面啊，战略层面的一个安排。但是具体的策略层面呢，具体怎么做啊？小平同志提了个上个世纪80年代提到上个世纪世纪末，然后呢又提到新世纪，现在
我们把共同富裕这问题拿到新世纪来做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落实了，再往下落实，那就浙江省做试点。因此过了这个春节，浙江省的开大会专门研究这件事儿，那当然就需要特别值得关注了啊！这个会呢叫做这个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推进大会啊，发动机要转起来，必最好是涡轮增压的。那现在也不是以前一点工作没做啊，浙江省的书记说了，总结盘点前一段时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总体进展情况，然后部署2022年重点任务。那具体要怎么做？具体的说法呢叫做践行战略，然后呢打造窗口，然后在高质量发展中共同富裕，聚焦呢不平衡啊什么不充分的问题和群众急着盼着解决的急难，还有呢筹判的这样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开大会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说法听起来都很振奋人心的。省委副书记叫王浩同志啊，还有省政协主席、省里面的领导，那个周江勇，如果不是被抓起来，不是因为呢支持也自卑野蛮生长，不是因为呢他政商关系不清不楚啊，然后呢被抓起来，现在小黑屋里反省，那周江勇肯定参加会了，副省委常委啊，浙江省委书记啊，周江勇那套东西不行，他是把自个儿摆进去了，啊，他是跟着最有钱的人，最有钱的人。倒不能倒的人一块富裕，那就共同富裕，那是他们几个人的共同富裕，这和中央布置的共同富裕完全两回事儿。所以周江勇这次缺席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缺席。这种人在里边，他跟你说共同富裕，你信吗？他能把所有的老百姓的利益当成自己的根本利益来抓吗？在这边有个信息要跟各位透露一下，2022年工作呢是这样，这个浙江省啊安排呢这个宁波市啊，注意啊，宁波市。还有呢温州市龙湾区，还有长山县，还有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些人在会上呢这个交流，这些人呢在前一段时间呢这种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他们做了一些试点，这些试点的经验在会上讲了讲。大家一定关心共同富裕怎么搞啊，共同富裕怎么搞啊，浙江省怎么搞啊，中央是有精神，但是精神是原则精神，共同富裕你们要先行先试。那浙江省这次我看讲得很实在，说我们要扛起探路者的责任，探路者的责任。那浙江共同富裕怎么搞啊？首先是学，其次是谋，第三是干。怎么学谋干？就是边学边谋边干，然后呢边立这个架梁啊，夯基擂台，然后呢初步构建啊全省范围之内的目标工作体系。也就是说怎么干不知道。现在呢是边设计边施工啊，边谋划就边干，先呢把这架子搭起来，然后呢慢慢夯实基础。如果我觉得这个思路啊，这叫实践理性，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探探试试啊。那这共同富裕怎么弄不知道。有经验吗？没有经验。有蓝图吗？没有蓝图。全国范围之内什么地方做得好了？没有，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按照现在浙江的安排，那就是边学边谋边干边立这个架梁啊，搭起架子来，然后夯实基础。这样呢，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一批典型，既希望一些小地方一些局部然后成了典型，然后推出社会认可的共富的理念。前提是要解决群众获得感问题、幸福感问题、安全感问题。还有一个认同感的问题，如果老百姓说不好，老百姓说我没有认同感，我不认同你的说法，你这个不安全啊，不幸福啊，这等于没成功。所以浙江它是一面强调的一边学一边干总结经验，一边呢强调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评价，这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要搞些示范区，这些示范区呢要取得成效的基础之上再来推广。浙江省表了一个态，说今年是我们省啊大事喜事盛事叠加的一年，也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呢新的一年，要改革又是改革探索年，展示成果展示年，要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要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注意这词儿啊，这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他的词儿，叫国家所需浙江所能，中国家需要浙江能的啊。注意这个站位，站在国家的位置上思考问题，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做好工作，国家所需浙江所能。
还有一条更重要，叫群众所盼，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按照这样的标准，那未来的取向那怎么办？共同富裕，那就围绕着整个社会的这个贡献一个擦亮的名片，那打造呢金名片，创造优势。我仔细看了看有些具体的内容啊，就首先强调这个农业转移人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共同富裕有很多，全国有很多农村人口，因为农民工进城嘛，逐渐加入到城里来生活，但是他没有城市户口，上学、就业、医保，他农民的医保，他不是城市里边的，和城市居民是有差别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共同富裕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浙江提出来的标准是第一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一句话你知道吗？那在浙江的范围之内的所有从农村到城里边来的啊，过去是地里干活的农民，然后呢这40年来家里面儿子孙子已经到浙江了，到萧山了啊，到宁波了，到温州了，已经城市化了，城市化但是没有市民化，因此要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啊，农业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还有浙江有26个县，那情况不一样，他没说大家整齐划一，而强调26个县，一县一策，一个县每个县拿出自己的办法来，到底谁更高明？那走起来看，还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普惠性人力资本提高啊，布置了很多方面，相当务实，相当具体。共同富裕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发展型政策加快向共富型转变这么一个问题。啊，省里边要求呢，要谋划一批重大改革方案，要聚焦破解共同富裕普遍性的难题，要研究谋划共同富裕型的，社保体系、财税政策体系、富民集成改革，还有进城农民工的共同富裕，还有浙里长寿体系等等一系列。看了看这些事情，看起来是要真的，那一条一条去落实。这个浙江它这共同富裕是有那么一个型，因为共同富裕你说到底是个发展基础之上的分配问题，对不对？可以这么认识吧。有人说首先发展，你光谈发展那就没共同富裕啊，你必须得谈分配，不谈分配就是说只说做蛋糕，发展就是做蛋糕。然后呢这个共同富裕必须分蛋糕，任何一个人只强调做蛋糕然后不跟你说分蛋糕，我告诉你那就是耍流氓。在做到蛋糕基础上分蛋糕，蛋糕做的不大的时候也有一个分蛋糕的问题，你们说蛋糕做的不够大，所以呢就分的问题就完全不谈，那不行啊。就跟咱们现在合伙做一个买卖，对不对？合伙做一个买卖，你得说好谁的股份多少，你技术占多少股啊，你管理占多少股啊，对不对？你拿了多少钱来，你们家里面这个什么东西搬过来之后在这算多少股份，你得讲好。你不讲好大家跟着你干，你光画个大饼糊弄别人，这不行。所以共同富裕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两条，一叫做做，二叫做分。做的基础之上分，一切做是基础，那分是标准。没有这个标准，那你过去我们有过这争论，做蛋糕分蛋糕，那而且要分好蛋糕，这就叫共同富裕。有人说那现在就不谈分的，我们只谈做，那你就属于耍流氓，就属于糊弄人。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脑子非常清楚，强调收入分配制度啊，叫做改革先行示范。改革先行示范，这话说的实在吧？而且要扩中啊，提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要作为一个行动，构建大社保体系。大社保体系，社保里面大家知道。我的同学有在黑龙江的啊，在黑龙江的，在企业里边，退休金拿的少，那你事业单位拿的就多啊，你在省政府里边拿的就更多啊，同样啊，干了一辈子，差别很大，很大。为什么呀？社保体系不一样。浙江构建大社保体系，你看看，这得关乎多少人的利益啊？探索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体系，还有税收要改革。工资收入合理增长机制，构建新型慈善体系。我们不是把第三次分把共同富裕呢，就很多人就把它理解成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我讲了啊，李宁提出这个概念，但是你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我拿钱做慈善，能不能作为第三次分配的这个一个制度？这事儿不好说。
这事儿不好说，你说不清楚。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怎么落实啊？你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就是说吧，说白了吧，能拿多少钱吧？那怎么解决工程费问题？浙江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很深入，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提到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探索新型的慈善体系问题，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前边关于共同富裕有那么多复杂的工作要做，可见我们实践探索当中的基层的改革完其丰富程度、深刻程度远超过我们学院派的所谓设计者理论家。浙江这次关于共同富裕问题还强调推进啊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比方说教育孩子，现在孩子都金贵，对吧？生孩子不容易，生下来之后怎么教育好啊？叫做育儿友好型社会。还有像我们这种人都老了，白头发老头老太太满大街，那这老年友好型社会，还有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机制，构建全民健康服务体系。这个浙江的领导特别强调，那要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儿，掌上办不用跑，就手机上全办了，掌上办不用跑，几个字儿，六个字儿。这六个字儿你想想，这个省里边它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改革，它得做得多到位。所以呢，浙江的共同富裕问题，我看抓的很真实。这问题说的都很具体。现在疫情当前，共同富裕问题什么问题？你什么问题都离不开疫情问题。疫情的问题不解决，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影响。中国动态清零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现在呢，压力越来越大啊，而不是压力越来越小。现在呢，浙江省开会强调社会治理先行示范，持续完善疫情防控动态清零，还有呢叫精密治控机制，精密智力的治控机制，统筹实施法住共富、法户平安，这是法治问题，法住共富、法户平安，这是一个专项行动。我特别想听听这里边的每一项具体的措施下边的内容，但是因为省里领导讲话人不可能那么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高度关注浙江省关于共同富裕的一招一式每一项的推进。浙江强调的封闭闭环管理、大平安机制，做基层工作不容易啊，一个地方的工作那是什么东西都有啊。浙江在共同富裕的这个事情上，相当于你在做日常的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扛了一个担子，又扛了一个担子，先行先试，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问题哪儿解决了？全世界没有解决。那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主义，我们这个制度呢，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那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必须，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什么时期，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是不变的追求。因此这中国就要有这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历史性的落到了浙江，所以浙江就扛起了这个沉甸甸的担子，这活不轻啊。浙江强调的是每年有突破，五年有大进展，聚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这个总体目标要求，坚决扛起使命担当，打造一批可复制的、可推广的标志性的成果。浙江人有个提法很有意思，说这个浙江的共同富裕要突出问题导向，靶向突破，指哪儿必须突破，强化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忧患意识啊，这个口号很有意思，没有走在前面也是一种风险的忧患意识，从全国为全国探新路、提供示范的高度，把最突出的问题研究透，把最深层的原因剖析透，有针对性的设计一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载体和抓手。这个现在这个省里边的写文件的这个秀才的不得了，新词一批一批的。反正现在浙江就是给人家印象就是关于这个共同富裕的问题是真扎实干，现在来真的了啊，相当细，相当具体。简单说，共同富裕这件事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的问题，分蛋糕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它要改变这么一个分配的机制啊，它是要涉及到每一个方面。首先，那经济高质量发展吧，经济高质量发展。然后呢，你浙江发展数字引领，数字引领不能变呀，对不对？大家知道浙江有重要企业，建立全域创新共同富裕机制，
还有你创收体系吧，小企业发展吧，品质这个消费啊，等等等等，还有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这件事儿呢，也要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具体的行动当中来。还有呢，公共服务问题，还有呢，城乡的区域的发展示范问题，还有呢，就是社会的文化先进文化的先行示范问题，还有生态文明问题，还有社会治理问题等等等等，分解为七八个方面。我们希望浙江能够在这方面探路带头，我们也能够理解浙江在探路带头过程当中改错了就改回来呀。我们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取得了我们的敌人不得不承认的这个成就，但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改错了的，也有改了不那么理想的，那怎么办？那就改回来吧，找不回来，改错了的改回来，这也叫改革应有之义。犯了错误呢，当然要改呀。那谁能不犯错误呢？四十年那么大一个经济体啊，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怎么能没有错呢？那种认为呢，改开就没有错，错了全是前多少年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很教条化。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要进步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说，要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今天，不论你说什么口号来，不要这个绷着劲儿反对共同富裕，我看是没前途了。而共同富裕一定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未来的目标。现在呢，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奋勇前进。感谢各位，下期见。